关系路街，出体有六十米的建筑，乡亲是注意到无？睇街路旁各个看板都各有特色，也就讲到话，东桥多建睇多建方的看板都有独断的问题。哈皮皮对1870年起始，伫关系镇吹土的客家庄的街路景观改善同看板改造政策，邀请在地的设计团队同店家共同来做些看板运动，也下新人人的。改造国后的街路景观，有备全新的风貌，看板还较有本土同年轻味的。各种各样看起来唔会等于闹嘅扛棒动刀，用木做嘅扛棒，加嚟写木匠嘅图，打造出木匠风嘅扛棒，质感很下好。扛棒风嘅鸟儿，很代表咧卖衫裤嘅店，又着很老抢嘅色彩，相符搭配，看起来动感嘅多，一下变做推三鲜红，乡里主义嘅街路。呢度新竹关系嘅街路红，做得看到，也今年加加减减又着变化。推动的将近五年，已经有450间的店呢，700间扛棒又改过，徛起来新竹关系界全军界不伤。两面系他为回到新竹关系推动社扛棒运动的成果。第一期做完就感觉很干净，然后很多二三期给一个民众就全部说应该都来参加，然后慢慢的这样做完之后，发现有很多街道已经变成好像马路变宽了，其实马路没有变宽，是因为招牌变小。不过都关系有安样个扛棒，跳蛤蟆其实都提风红做，有动作困难。你都系了安多年，于是团出几条，大家大呼去拜访，说明老旧通过后，就能达看店后个老四桥，做某强用个设计，占有底下个用额。天刚啊，就系去沟通，哦，要去说服他，我要去了解。所以吼，你要动作死轻，所以花很多心力跟李亚平因来做一个交流啊。三年很多关系界东岸路桥，渡桥后不是有钱都用钱落车底下来来去去。条条嘅顺风，又一看牛肉面店，都了开了50年嘞。店头家每家人是扛棒运动，扛棒红老路桥面食做结合，全新嘅扛棒呈现出来嘅效果，每本条家人想都想唔到。主要是他把我的那个东安桥的那个元素放进去，我想都以前都没有想到的。哎，东安桥就在我们旁边，两个这样结合在一起。来到那一片的街路，看起来上路上路的扛棒，扛棒的名额是挑战自家写的台词，动有个人的风格老特色。店主没受宠的请到挑战的同一作品，挑战们认为你按到年来小吉变得很下没强壮嘞。要不然以前的招牌可能很自私又很大，你会觉得说整个街道就是一个很凌乱很丑这样子。那现在招牌变小了，那又有每个店家的特色，其实整个街道就变活泼了。小扛棒运动初期对关系局主要的传统投入做起事，到了下已经有不少的店家加入改造，春岛的梁山还会复希望针对连锁超商、药妆、餐饮这些天气的连锁商家加入，没希望大部安样，马奈尔都看得到这种温热复兴运动。这种运动做的拓展到全台湾的客家庄，本人只有讲来到客家庄哈，空间的品质特别好，哈，特别正，哈，特别呢有人性的空间，哈。推动多建天年嘞，安样个街路每户开业，每天天呢长很多关系小吃，有条新开的店家，每主动将扛棒做下势，唔多第二强下改变关系街路，每系是红个街容貌。下个新闻，风景恰前面之新竹关系报道。